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上节课咱们介绍了正则表达式的语法组成规则，对不对？对。包括一个正则表达式的这个字符串有定介符，就是两边的斜线，对吧？还有里边有原子，还有什么原字符，那还有模式修正符，这四部分组成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上节课咱们随意写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字符串，对吧？那首先呢，咱们说由四部分组成的，咱们先将最简单的组成部分咱们先介绍完，就是定介符。咱说定介符号是不是可以使用任何其他的符号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四部分，这部分是最简单的，但是大家呢，别的符号你只需要了解，但是一个符号你需要记住，就是两个反斜线，对吧？因为这个是咱们最常用的模式修正符。看一下，在程序语言中使用于破语言兼容的正则表达式，通常都需要将模式修正符放在定介符之间，这个对不对？对。咱说了，记着啊，咱是与破语言兼容的正则表达式，咱们现在重点讲这个，因为这一套函数库，这个与破语言兼容这套正则表达式，它的功能要高，要多，对不对？效率要高，对吧？所以呢，咱们现在所有的后边学的都是破语言兼容的，破赛协议那咱都不介绍了，听懂吗？因为那个早已经过时了。但是呢，你做很早的一些老项目会发现，会有那个的用法，对不对？那一套函数库的模式修正符的什么正则表达式定介符，它不是这样的，听懂吗？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就没有定介符，与破语言兼容的才有定介符，听懂吗？那你看啊，作为定介符使用反斜线，比如说 Apple， 对吧？是不是匹配苹果呀？那用户只需要把匹配的内容放在定介符中即可，对不对？不仅仅是那斜杠，除了字母、数字和斜线，就那正斜线之外，除了字母、数字、斜线之外，其他任何字符都可以作为定介符。字母、数字还有这个反斜线是不能做的，对不对？来看一下，像什么井号啊、竖线的、叹号是不是都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匹配一个HTML标签的，对不对？使用反斜线，这个使用竖线，对吧？这个使用叹号，这个使用大括号，下边这个是不对的。看一下这块的连接，为什么它不对呢？因为它缺少了另外一个定介符，定介符要成对出现，定介的介是两边都有，对吧？然后再看这个也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前面缺少了一个定介符？对，对吧？所以定介符是不是很容易啊？对，除了数字、字母，对吧？还有什么转义字符之外，其他的所有都可以做定介符，但是你只需要记一个什么正斜线，是不是这一个符号就可以了？然后咱上节课介绍的与破兼容的语法，对吧？有定介符、原子这个组成，对不对？对。但是咱说了，由这些组成具体的语法，咱们后边再讲，对不对？对。但是能说了，这些是不是得放到函数里才有效啊？是，不放到函数里边是不是没有效啊？那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我这里边匹配一个数字斜杠 d 是什么？是不是数字啊？斜杠 d 数字。那我想把斜杠 d 代表所有数字 ，i 是不区分单号写的，你这样写是不合理的。数字有区分单号写的吗？没有。所以呢，模式修正符可以不写，原子可以不写，但是一个正则表达式中必须有的是什么？是不是原子啊？原字符可以不写啊，所以原字符和模式修正符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对吧？有的时候没有他们，一些模式编写不出来，但是最少应该有的就是什么？至少要有一个原子。看到了吗？所以呢，我可以通过这个模式，你如果就匹配三字符串能怎么办呢？就或者就把五替换成井号字符串能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可以啊？但是呢，三五七九之类的，对吧？或者是什么零？所有的数字想一起换掉，那么是不是就得用一个模式来代表所有的数字？而我写这个模式就只用了一个原子就能代表所有的数字，对吧？然后现在咱们说了，用不同函数可以处理不同它，对不对？分割、匹配、插手、替换是不是都行？
那我分别简单的试一下，后边这点函数还会重点的去讲。但是呢，正则表达式离开函数是不行的，对吧？比如说，我先做一个替换，很简单一个替换，你看啊，输出一下 str， 这是不是输出原型字符串啊？是不是本身那个字符串？嗯，你看我输出一下先。Loghost 里边是 test.php， 是不是就输出本身这个字符串？对。现在我按照这个模式，我想把妹子，你说你想干什么？把数字替换掉。替换成空或者替换成井号行吗？行。让你能看到替换。那妹子说了，把数字替换成井号。嗯。那咱们试一下，用以 PR 兼容的这套正则表达式，都是以 PRE。G 开头的，嗯，有个什么 R E P L P L A C E 替换，什么正则替换，对吧？那用什么替换呢？将 R E G 这个正则，也就是上面我写的那个匹配数字，对不对？对，匹配到的字符都换成井号，哪个字符串里的匹配到的模式换成这个井号啊？对 ，str 这个字符串里的，是不是啊？返回来的字符串就是替换完的。看一下，关键号。如果咱们替换成功了，是不是这个模式就能匹配所有数字，也就成功了？好，我们试一下，刷新一下。你看，只要有数字的，是不是都变成井号了？包括你后期加的，只要加数字就行。比如说加一，对吧？这块加二，只要数字是不是能找到？好，看一下。是不是只要数字是不是都换成井号了？嗯，对吧？这就是是不是用一个模式进行替换呢？是分割匹配查找替换，对吧？嗯，那比如说分割，如果我让你用某一个字符分割，嗯，咱们用这个函数，字符串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函数叫做 exprode？ 是不是用它？比如说用三去分割这个字符串，是不是可以？可以。但是咱们现在。怎么？135。对，字符串是一个字符。咱说用所有数字，是不是就是代表所有数字？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模式啊？嗯，对吧？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么去分割，用 PREG 下划线 SPLIT 这个去分割，按 REG 这个模式分割这个字符串，是不是就按所有的数字进行分割呀？对，这会儿多了一个 B， 对吧？那分割后肯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数组吧，对吧？所以我用 print 大家打一下，你看一下，它一共有几个数字？有五个数字分成六个，有六个数字分成七个，对不对？对。你看，我们分没分割成？少了一个分割。print r。啊 ，print 不是 print 这个，哎 ，print r 对不对？才能打印这个数组。来，我看一下，你看分割成是 AAAA， 所有的 A 都被分出来了，嗯，对不对？那有连着这地方，七这几个是不是连着的？对，它单独是不是分的，对不对？所以这块没有。那咱们再做一个匹配的，行吧？嗯，那我想把匹配出来数字，我可以怎么做呢？这块输出一下括号 ，br， 你看啊，用 PREG 下划线 METCH， 用它去匹配。听着吧，用这个正则把这正则放在这儿，符合正则的都拿出来，嗯，对吧？在哪里匹配呢？在字符串里匹配，匹配成功就返回真，嗯，匹配成功就返回真，匹配失败呢就返回什么？返回假。那把匹配到的内容呢，会放到哪去呢？会放到第三个参数里边，是一个数组，把匹配的内容放到这个数组里边，听着吗？所以我们这块可以这么做。如果先简单了解这个函数，后期还会重点讲。我先告诉你的是，正则离开这些函数啥用没有，就是一个字符串，只有在这些函数里边才能发挥这个模式分割匹配替换的作用，是这个目的啊。所以呢，先简单了解一下这里边，如果匹配成功的话，这里边我会输出一个这样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谁呢？这块我加一个 B 标签，
斜杠 B 表这强调一下，对不对？正态表达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REG 对吧？和字符串谁呢？也加个 B 标签，和字符串 STR。如果到这块是匹配成功，然后咱们得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数组啊。后边咱们会重点讲这个，把匹配到的东西往这数组里放，听懂吗？匹配成功，否则输出没有匹配上，匹配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代码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匹配上，对吧？但是这个匹配不是匹配所有的，遇到一个就马上返回真了，证明这个字符串里边有这个模式。那遇到第一个一，是不是就匹配上了？后边就不会走了。来，我们看一下，专心一下。正则表达是斜杠 D 和字符串它匹配成功，是不是先匹配一拿出来了？遇到第一个拿出来了。因为它只要遇到，就证明里边有，就匹配成功，对不对？如果想匹配所有的呢，你这会儿可以加一个这个词 ，AIR 就匹配所有。那你看能把匹配所有的看都匹配上什么了，能不能拿出来啊？你看匹配上1357这么多七，对不对？29单个匹配是不是都匹配成功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正则表达式，那它平时用一个就行了，对不对？保存一下。所以呢，现在能不能了解正则表达式就是一个字符串放到函数里边才能起到它的分割、匹配、插脚、替换的作用，对吧？而函数咱们还会详细的介绍，对不对？对。正则表达这几部分是不是也清楚了？嗯。因为正则比较不好理解，所以这会儿我多重复了一些东西啊。那下节开始咱们讲基本语法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的简化这些代码了，我只写这一个这样的格式，什么字符串怎么匹配，对吧？嗯。如果能匹配上，证明这个咱们写的就成功了，所以呢我要用这个语法来学习后边咱们的那个知识点，好吧？好。那咱们现在正则表达式的，咱们现在两步还没真正的讲，一个是真正的语法，一个是这套函数库，对不对？对。但咱们现在是了解了，了解对吧？但是这个语法中有一部分呢是讲了谁呀？模就是定介符，对吧？那下节课开始咱们就开始讲什么原子，然后原字符，然后模式修正符，这些都学完之后，咱们再分别学每一个函数的具体的详细的应用，对吧？然后再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子把这些一串起来，那么正则表达式相信你就应该没问题了。好，那这节课咱们就教到这里。这节课咱们写了一个公式，相当于一个模式，对不对？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教到这里，再见。